豆豆的，哇，不得！大家看看，这粉色好看还是这个白色好看？切切切，瞧，我给我瞧，你一眼光不行，我看。对了，买小女孩衣服哈，还交给亚妈，亚妈来阳光挑衣服的管，交给你了啊。今天碰个阳光也不能，这白色的我看中了。老板娘，这叫什么款来着？新城市哈，行，进门第一眼就看好这个。这个拿着，再挑挑。这黑色也好看。哎，这个不是，这个这件还是这件？这个看看，就跟童话里面小公主穿的那件。看没看？这个件衣服就是那个白雪公主，七个小矮人戴那个白雪公主那衣服。感觉豆豆穿正好，挺好看。这衣服一穿，这个小耳钉一掐，哎，小公主来了。美美的，小女孩衣服就是好看哈，真好看，再挑挑哈，哇，这件也好看，这都明年哈长大一点了就可以买了，这绿色也好看，胖哥哥，看看胖哥，看到美女走不动路了，你干什么呢，胖哥？啊？看美女的。看美女走不动了是吧？美女给他打招呼。让胖哥请你俩吃饭。好的吗？看到美女走不动了。Okay、你不懂啊，人家还粉丝跟粉丝打招呼拉呱拉呱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完全 OK。来拿着，这个好看。哦，这中间还有一个 A 型。这样好。整个小大底裤穿个里头。哦。这样就好看。哦，再见。对，再来个灰色吧，颜色给搭配一下。灰色稍微耐脏一点。挂。行。好了是吧？好，走了哈。好，再见。下次再来哈。拜拜。好，衣服买好了再去逛逛看看，买双鞋。OK。朝这边来哈。走。这个好看吗？哪鞋？配上小公主裙吗？这个。哎，这这可以，漂亮吧？还可以。这双配上小公主的裙子穿，这可以一套好看。这双呢，你看它正好是现在珊珊学步的时候，正好快要学走路了。好，就要这两双。老板，算账。正四方都条条细。哎，阿弟。哎，大哥。哎，来来来，阿小妹姐。小妹啊。啊，小乔。哎，大哥来喽。哦。舅舅来了，朵朵。哎呦，朵朵啊，舅舅来了。舅舅来。来，舅舅抱抱来。哎呦，你连面子都不给我。给我面子，你看，舅舅给你买了花裙子，还有小鞋子。买这么多。来试一下哈。来，这上棚子下面试试。来来来，试试。不知道合不合适哦。谢谢舅舅哟。阿弟，你真勤快，你来到这地方要你干了。我到这里不干活，我干啥？阿弟，你不用干，这很歇。哈哈哈哈哈。小豆豆买衣服，你看。舅舅给我们又买花衣服穿了。谢谢舅舅。哦。大胖子，大胖子来了。等一下再试试这些鞋大不大？哦，大鞋大脚都可以挑。哎呦，漂亮，漂亮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买两双，这双好看。这双好看吗？嗯，这双好看。这个好看，这个正好学步的时候可以穿。哎，对呀。哎呦，豆豆喜欢哦。哇，哎呦，哎呦，正好现在想走路了，然后有个学步鞋。好。谢谢，哎，给朵朵买了三套衣服，你看买这么多哈，给他换一套就够穿了。他正好现在来换洗嘛，这个是日常穿的，等一下再试哈。嗯，还有这个看着没？今年流行的新中式，这就像白雪公主哈，啊，是不是白雪公主？是的，七个小矮人，那个白雪公主。然后你看朵朵那眼睛一直盯着小裙子看，都好看，这个公主也好看，那个中式也好看，小公主上线喽！哎呀，好看，今天是小公主，真漂亮。哎，来给朵朵试一下哈！哎呀，对，走两步来，给大家看看。哇！大公主来了！哎呦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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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真好看！走，给大家看看来，看看我们小裙子漂不漂亮？来，哎，走了！哇，真好看！走了，挺漂亮的哈。谢谢舅舅哟。嗯，不用客气。衣服真漂亮，还有这个呢，短袖配着的这一套，好，这个好看，太好看了。哦，大姨买的，哦，是的，不是舅舅买的，大姨买的。哎呀，穿着小裙子真好看哈，走，看看大公鸡吧。嗯，我们去看大公鸡啊。嗯，走。走那边。走那边啊。哦，哟，朵朵穿着漂亮的小裙子走喽，走。咕咕嘎，咕咕嘎！你看这个袖子正好，刚好把胳膊盖起来，晒不到。走，挂上来呗，回来给晒了。啊，走啊，走走走走。给我吃一口来啊！给我吃一口啊！嗯，
阿香妹，你看朵朵啊，现在都吃重辣哈，跟人家以后也能吃辣椒，以后口味跟一样，对，跟我一样重口味。啊，我们这一大家人都能吃辣哈，这么小该吃大葱了。哦，还会换季，没有没有，多少年？嗯。哦，不打！哎呦呦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打！自己会唱了，哎呦，再唱，不对，哦，不，不对，真聪明啊！我跟你说，小女孩的衣服哈，只要看到就想买，是的，知道吧？就很多款式了，还有漂亮又好看，买一个还想买一个，是的，现在也有女儿了，等到时候给她打扮漂漂亮亮的，对，夏天穿小裙子哈。